分一样，我们分上下半场。上下吧。对，分上下就可以。到时候我上传。好。加油加油！你不要吃太饱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完全是在看戏的样子。前面一个哦，哎，啊，好险，我们的。现场二二一，你要站这里啊！
严重。太高，太高了，大强，饼干都吃完了。好球哎、欸！两个。太快停了。刚刚那个就是全场恶意啊，长传都被后面那个抄。哎，磨到。你长传，没有，因为这样走他们就对了。哎，球带过去往里面走啊，就是别人那边偷啊。上篮啊！哎，不会上篮，就要上篮，你有病啊！往里面走对了啊，提着上篮干嘛？啊，还有病哎！他不会，他就是等下来走。他摆着这样打，你就要上篮，上篮就失误。对啊，除非你带回去先练一下。没有啊，我八球线走，你要去中距离啊，中距离就要上篮，就跳投就好。往里面走。人家想要分篮下，三打二投三分。小心小心！三打二直接判断。啊，因为你会伤，他回来就快攻了。好球啊！哈哈。
对啊，但他们站二一，所以你中锋没有上去啊。中锋只要站着两个脚就好了。对啊。我球送过去，他们接就打一了。你们刚刚四个站一直线。都会没。所以你长传就会被后面那个一拿走了。哎呀。先卡位走。Eddie。水，那边是水。那边有水。有机会先传啊，快来拉嘛。那边有水啊。所以走的时候闪那边。他擦掉了，他应该是天花板吧，对不对？直接发，你上来两三次了，那个轰不好上，他手举高，你就不害怕犯规。我奖赏给他。好，现在发球线全部在这里，他站那边，他是我手前面。球。篮板哦。他们进球，他们不会守那个。我们发底才会变二一，对啊。只要有人会走底就好。给你干嘛？我给你就看你眼睛在看我，要你我是骗你啦！我骗你干嘛？我就是混杂哎，这你得钱啊！我只教你教会你们得钱啊！我看你全部人都看到你了，大家都知道我传给你，看我传给你。当然是按时失败，我不是白痴。干，你怎么被打了？你已经放下身段了，过不了吧？好呀，那有人扫吧？那你干嘛上？他不是乌娜。那跟到都不要上了，怎么可能可以上啊？你先骗你，上一挂就该加速了。一条龙敢接速度啊？先接进去了，他根本就没有放到位置。但是不会打的会马上放位置，像西三笨笨的就会放到位了。篮板，给中，对，再给，右边空档，再给，你线给不到，走，回手，快，不要快攻就好，对。所以才说要让他们破啊，对啊，因为你打过啊，他们没打过二一啊。被贴，他们失去出手跟传球的动作。所以才是这样比较好啊，因为没有人走过二一对我们啊。全场二二一，他说那个全场要被破位，回手，这一波手下一波啊，这一波手下来打一波，平手啊，那平手，进攻秒数差十秒、啊，九秒八七，太快了，一颗，一波，给中间。给了，再给前面 AD 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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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秒，守好就好。前面啊，给前面就好。他这个空档都会在右上角跟左上角，这两个角。AD， 你空档就要叫阿红，你没有叫他，你那边空档。
你那个脚一定是空档。我一定是找最近的，我可能去找。近的他应该接到你比较奥赛被罚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好像才找，还是找不到了。他已经被守住了，剩他而已了，剩他。你在空档的地方自己叫一下那个持球者就好。换谁？志明啊，犹豫啊。志明犹豫可以上啊，大强可以上。他帮上。阿华，不休息一下。一颗篮球，一颗篮球。改丁人了。好球哎！跳都很高啊，每个都很高。啊！回防，回防。好球，好球，守得好。走走，刘玉走。有了，好球哎、欸！好球哎、欸！干！再干！先回，先回，先回！站着叫，站着叫！回来，回棒！我靠！真是第一步太快了！暴扣，暴扣！哎呀！失败！没有乱身！阿邦，你要两手了！哦，好高哦！天哪！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。好了。先回。站着叫。来一个。好球哎、欸！太毒了。
回去你就跨在前面一点嘛。好，哎，快走！在，先回，对，踩到底，朝底。好球！哎呀，回啊回！哎，换人！哎，你换我啊！咋嘞？体力消很快。我让我这样吧。我没有要喘的意思。那个，那叫我喘，不要这个喘啊！自己判断就好。哎，彩线！我球还没掌握到，不要传啊！我要等我。你彩太出来了。下盘没力，跳起来都知道是。对方速度快，我不能跟他打快。他们体力太好了。对啊，不能跟他打快。徐凯夫妻啊，我传球给阿邦灌篮，他灌篮。对，我是说对方不是，你拿到球，我还没掌握到球，你掌握了才喊的。我连你还没掌握的时候，还在后面的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我掌握了，你知道他在前面吗？如果我明显想找人传球，你不是想看前面？你没有看前面，我知道你。好球哎！哇！哇，你很有自信跟我讲说，你知道阿芒在碰。我就是没有看到，我才没有办法传啊！如果你这样子喊，我一抬头传，我一定失误啊！我把他球知道他在空档。很明显啊，那个球，我跟你讲啊，虽然传不过去，跟我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自己前面三个人自己要去判断。你要运球，再传，再怎样？我只跟你讲，前面有一个。因为他这个全部都很快，我只要被快攻，没有出现发现哦。只要快攻没进，走我们了，还会留给他后面。AD 不要太快停球。哎呀，回。
好急哦。好球哎！有了。好球哎！两秒，一秒。